今朝到这个中国的物产店过来看看，有啥物事好买，有啥物事好吃。西瓜倒是蛮多，噶西西瓜啊啥个侪有，就价钿老贵。这样一串，这样一串人民币180块钱。哎呦我去！也不算贵吧，就这个价。哦，桃子，这个桃子也蛮大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60块钱人民币一个。啊，拿两盒，这个吧。拿两盒啊，对呀，拿两盒了。嗯，945块人民币。信。嗯，马上没有。居然旁边还有一家物产店。哦，现在中国物产店在日本竞争很高，你要想挣钱，没有那么容易喽。哇，干啥？你有病啊你！可以叫有啥？么子好像没多，重新又进过货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辣椒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时令蔬菜啊，那可以叫辣椒。年款的搿能鸭子，吃肉锅搿种肉锅。等些拿吧。香菜有，香菜15块不？你说什么？老想吃鸭头颈，夜里看看电视辰光去吃。鸭头颈味道好极了，各种各样的鸡爪子，鸡腻豆，这个嘛才是老干妈，大饼头，味道是帮国内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搿味道相当香，物事好。蛮多啊，所以讲蹲辣搭生活不成问题啊。中国物产多得来不得了，有道理。今朝过来最主要是想买买这个辣椒粉。哦，辣椒粉，一个是烧烤辣椒粉，我要买烧肉的一种。辣椒粉，哦，辣椒粉有的，哎，搿只便宜嘛？2.5块一包。捏两包吧，捏两包。还有仓库加单位有两，等我一下。好的。马蛋。这边给你打水。就去吃这个。还有这个也对。云南的。啥个米线？是云南米线。就辣盖旁边 BB 头。哦。好了，分享结束啊！这位，这位。袋子要一个吗？袋子要不行。你们64强是吧？走了。过来吃点云南米线，这家店味道蛮好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店铺不大，生意好好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哇，这就不得了啊！今天龙哥来一碗，什么呢？卤肉米线。哎，这个味道特别棒，砂锅卤肉米线，嘿嘿。差不多100块钱人民币吧，这样一锅挺不错，是吧？然后就回家，特地过来吃。